我这有一个线缆品牌，工厂的成本价供货，包含电源线、各种网线及模块、面板等，检测报告齐全，都是国标线，品质保障。我跟工厂约定两年之内按照成本价出给我们，我也不会从中抽成。两年以后正常代工利润不会有品牌溢价，欢迎全国从事批发业务的小伙伴一块参与。虽然没有当期没有包邮，而且需要整托盘发货，但价格是打到底的，完全没有水分。合作的工厂是江浙一带正规的线缆厂，工厂主要从事外贸及品牌线缆代工业务，也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线和模块面板都是大品牌的货，只是打的品牌不一样。一个区域一个经销商的模式运作。